大家好，我是宝妹，我是阿伯，欢迎咱所在乡亲的朋友收听咱111年六月八号礼拜三，赶快是阿伯老师甲宝妹伫家为你所服务主持2点钟新农播吉站。来，今天来到我们的星期三拜三的这暗头时间，你会发觉讲啊，有落雨呢，真正有差，真正有迄个天乌的感觉。前几天呢无雨水，这6点外阁光夜夜。这落雨呢，哦，实在是吼，天真正乌来了。但是这两天呢，和你感觉讲，天真正乌乱，不是即卖乌，是这雨水奈落遮尔啊济吼。中昼我出门回来的时阵，哇，那个雨下的之大，我拢感觉讲，今天是怎么了？前几天呢还好，中午是听讲伯啊，有啥物伤心的代志，奈哭个遮尔啊厉害。但是伊哭呢，不是跟他一哭，做些人嘛倒伊哭。因为跟他安尼一点都嘛不是办法，真的不是办法。所以昨暗时呢，我下节目就有我们的阿伯打电话跟他讲：“阿慧兰啊，阿伯吼，嘿，不是老师定下只讲诶青海绿藻啊，啊，不是讲伫咧落雨过后会当管。啊，去年哦，我感觉囝吼讲拢唔听啦，你看今年吼伊个灾啊，所以他就叫我要帮他拿东西过去，啊，顺便拿了一点点米群，还有连梯，伊讲落雨爱喷物件，总是爱算应着吧。”但是去吼去他家，我想讲奇怪，阿奶无伫诶。结果伊甲阿公，其实我也才没隔多久。上次我们在做促销活动的时候，就是五倍券在做促销的时候，我去去引导诶。结果呢，咦，我去引导即个呢拄无着阿姆，伊才甲阿公阿姆呢，最近吼因为失职的关系去小太阳，我真的心里吓一跳。我想讲啊，不是才多久吗？但是个甲阿伯吼小讲一下吼，虽然讲伊有囝，但是有时啊讲实在。你是呢要叫大家在那顾这个工作没做也是不行，所以最后呢，就送他去小太阳拜六拜六呢，就是看阿伯。我认为说阿公阿婆最不简单的就是80几岁还可以互相这样互相扶持。阿伯也了解，他说这也不是愿意的，因为呢阿姆可能过去呢人家算说生活很单纯，就是除了跟他做事，就是跟他在家里比较没去跟人这样社交一下。其实我很建议大家有一些朋友或是说有一些社交的活动，但是人也不是代表说你有这样的这情形之下你就不会发生那样的状况。人会不会怎么样，说实在我们都不愿意，也不是我们能够预测的。但是我很欣赏阿伯跟我讲一句话，我也知道他说他做很多的工作不是一碗，也譬如说现在吃药过也忘记了，在家里一直想要吃药，所以不得已就要让他去上那个这个白天的这个日照班。所以呢两三天的药做一睡做一顿都不知道吃药，他就一直忘记他有没有吃药。你看这就很麻烦了，心里说吃药吃到健保局呢给寄回来，因为可能就一直想要去拿药啊，干嘛干嘛，会有一些记录或什么的啊，去找人家的，不然他说煮一下啊，煮一下可能就是煮打个安慰剂吧。这对很多老伙仔人来说，那吃呢有效无效那是基础，但是那个心理作用比那个有效还更重要。这个我看过太多了，这个不是说怎么样，但是阿伯也说爱给他啦，就是我们知道他有时候不够这种人多少有一点性地，所以他跟他说色男啊，回来对，你看连我们阿伯都会知道跟我讲色男。你看老师也常在说孝顺孝顺孝顺呢就是色男，人跟人之间呢最难的就是我们明知道他不是故意的，我们也明知道他不是怎样，但是人就是吼时间很多事情集中起来火气就来了，所以呢面子就会歹看。但是我感觉说他很巧，他要说让阿姆去日照班，那平常呢我们星期六星期日自己照顾我跟他问说为什么有一种居家，他说居家不是不行的，就是他现在会怀疑东怀疑西，没对，只要有一点点这样状况的人，他就会想说是不是有人要来我家偷东西啊干嘛，心里说到某一个程度以后他会怀疑另一半呢可能在外面搞七捻三的。我等下去讲，我一个好朋友温思达吼，住伫金门，他跟我吼同样年纪，住厝边娘娘，我讲有一点啊亲情关系。我讲阮迄个村木职工也真可怜，伊阵食到90几岁啊，啊因某因为失智，啊因为伊呢骨质疏松无法度通行，所以某常常三更暝半甲拍到安尼，乒乒叫呢。老师，你知道吗？真正乌天呢，所以他后来中午他也不管午睡。
因为呢，他怕太太呢无缘无故哎呦再打他，一干完爹瓦靠跑里逃，热天嘛干完爹门卡靠跑里逃，你个想，因为他也逃不了，走了呢走不动啊，脚走不动啊，卡行无法嘞啦。但是呢，我等下讲一句话，清醒的人呢，永远是迄个上痛苦的。当然前两年呢，刚好前年他也解脱了，但是伊的妈妈，就是阮这死党因妈妈呢，即卖够好好，今晚哼呢，就是爱陪伊摆四色牌，只有。玩这个四色牌呢，他才会有那个活力啊！吼、哦，可袂干底啊？咧高高顶啊，先有姐姐哦，准备要去困啊。就是每天呢，他就回来哦啊，这样子啊，小孩子回来，因为一该这段嘛啊，所以人老了就是这个样子、嗯嗯、啊，无法度啊！吼、哦，人说我有时看到这种代志吼，你会觉得说人呢过了一个关，又是过了一个关，也就是关关难过啊，能够关关过最好，就怕呢卡在那里哇。让人家觉得很痛苦，所以最近会先加最大吉也让你感觉到人生真的很无常。叹单呢，阿哥会用的时阵，好好爱惜、珍惜咱身躯边啊，所有这人，包括代志，包括呢，咱生活当中所有的一切，包括我们所吃的食物。你看最近这两天一直下雨，你讲今年的作物敢会好收成？继续敢会好？很难啊，而且不是只有台湾下雨哦。第二部分我也在看新闻，因公关东地区今年的梅雨季也是提早来了，而且呢下的非常的多，所以不是说跟他台湾。我今天中岛跟阿宝老师联络的时候，老师说连韩国也是，韩国我就比较不清楚。所以老师，这个雨到底要下多久？这个雨一直这样下，哎，恭喜在，今天最近这么刮呢，一直落一直落，心情哦七上八下，真的很烦呢。嗯。因为目前哈，可能大家那是看到这个雨水哈，这个感觉好像就没完没了啊啊！真侪当然，真侪的气象局啊，大概甲咱讲差不多啊，这个雨呢快要下完了哈、啊，就是讲这几天啊，应该呢，那么慢慢哦、啊，也变较细哈、啊，就是。当然没有全部停啦，吼，就是讲这个梅雨节这个方面，吼，这目前来讲呢，得渐渐哦，就会慢慢的啊，会变小，所以可能伫今日咱会感觉啊，其实还蛮大的哈，这个雨势应该嘛是真明显啊，但是呢啊，后礼拜这个已经今日过了哈，这个慢慢的就会啊，这个雨水就会变。会变更加少啊，会变少一点啊啊！但是呢，就是讲，伫要真正啊，雨变更加少哦，可能还是要到下礼拜去的啊，这样礼拜，那么咱整个的这个雨水量可能就是讲啊，慢慢的要到下礼拜一、礼拜二哈、啊，这类、个。那么这礼拜哈、啊，拜四、拜五、拜六礼拜，这几天赶快啊，这尤其到礼拜六呢啊，都要有这种可不行的这类雨哦，这类明仔载赶快要去受到这个方面的这个影响哦、啊，所以这两天会感觉了可以稍微凉一点点，在咱中南部无啥物感觉哈、啊。啊，但是呢，这个稍微北边一点哈、啊，其实啊，这个感觉蛮深的哈、啊。从这两天啊，不晓得拢无开冷气啊，啊，这真正拢爱开冷气，因为天这足湿的哈、啊，不是讲正经热哦，就很闷啊。但是呢，这几两天啊呢，有感觉真较湿，但是呢，伊个温度较低哦。啊，伫你啊伫中南部地区是无这种足明显的这感觉。你若稍微在北边一点点，可能啊台北啦吼、哦，这北部地区你就感觉讲，这个蛮凉的啊。日时呢嘛，感觉较凉哦。啊，但是为明仔载开始呢，这个温度就慢慢的这个回升哦。这个那么礼拜天这个的方面吼、哦，可能伊慢慢的已经。啊，这个往北哈、哦，这个、往北移，然后这个会有这个西南风的这个影响，所以啊，这里进你刚的讲到这个韩国哈、哦，这个韩国落雨的时阵，这最主要是啊，不管是啊，这种问讲啊，恁那是下雨天要干什么？讲哇，落雨，对啊，下雨天你们要干嘛？哎、嗯、呀、啊，现在又不能打孩子啊。啊、对不对？阴天里打孩子，闲着也是闲着。伊咧讲着讲下，也是这个韩国朋友嘛，哈，我讲下雨天你们在干什么？我讲下雨天都爱去巡山水啊，看都有塌的，有这个吼，这
该处理好势，爱处理又好势啊。你讲啊，下雨天没有一个比较特别之类有吗？吼、哦，这种我讲那我是爱食咸哦，比如讲落雨天的时阵，那会去捡落来，哈、哦，捡落来，等下那个蛤蟆么破啊，这个温母啊，这个炒咸咸啊，这啊小朋友的时阵呢，就喜欢吃这个哈、哦，这落来炒高赞塔，啊，这雷啊，吼，你若要炒一定爱炒好色哦，这种物件是有寄生虫的哈、哦，所以呢，一定爱个炒好色哦，这种这个无咧生吃的哈、哦，这。啊，这和牛肉这不同款，哈、哦，牛肉讲会当半成色的哈、哦，那么这雷鸭肉呢，一定爱充分煮熟，哦，伊这有这个淡水罗列，然后一寡这个寄生虫，啊，你个煮个色应该是无啥物足大个解决问题啦，哈、哦，但是就是讲较早咪较无咪家当食，所以这个问讲下雨天你们在干什么？我讲啊，顺产水啊，这个有讲无啦，我唔是要甲你问这啦，哈、哦，因为虽然他是韩国朋友，但是伊是。这个大陆这边的人啊，归韩国哦，归韩国读册。那么归韩国读册了呢，那么就被留在韩国了哈、哦，就留下来哈、哦，就是讲因为因那是算朝鲜族的哈、哦，朝鲜族哈、哦、朝鲜族当然因祖先人的讲韩语哦，这也很特别哈。哦但是呢，伊当然伊的这个国籍呢是这个中国籍，但是伊是讲这个朝鲜话啊。但是因学校吼，伊小学时阵是双语教学吼，有这个朝鲜啊，有这个这个中文啊。那么伊这个人也是很奇葩吼，即马大学毕业了呢。伊就想要就因讲到外面去闯一闯哈，然后伊就去日本哈、啊，就去日本念研究生，哦、啊，去日本读，日本叫大学院哈、啊。那么这个读研究生哦，读博士、读硕士哈，在日本呢待了四年，哦、啊，待了四年，把这个日语学好。那么伫日语读读的啊，就感觉有一个机会哈，拄啊好熟悉。一个有呢，结果迄老师就改讲你来韩国读博士，然后他就去韩国念博士哈、啊，就到韩国去念博士，然后就用了两年半到不到三年，哇，就厉害哈、啊。那么也韩国读博士，所以日文、韩文这当然你祖细汉哈，因为朝鲜族的，所以也出新鲜，那个人很有趣哈、啊，这。有一点嘛，天你也看到伊的时阵，你也感觉讲啊，这个怎么天下有这么有趣的人？哎、啊，他是学农业的啊。那么大概拢会甲伊讲啊，问个落雨天啊，拄啊在讲着，啊下雨天啊，恁我们这边雨下的大什么？阿姨讲这三米哈。那么那韩国人下雨天吃什么啊？下雨天，那我讲伊问我讲咱。落雨天要创啥吼？啊，食啥？无讲无去顺产水去看是毋是爱着吼？这树仔话该修剪修剪吼，这该有诶断去啦吼，啊遐翘翘诶，这落雨天当然无可能去修剪。那么爱注意这个产水是毋是？他讲无，我毋是要向你讲这個。恁下雨天敢无一个特别一个有讲哈？这是啥物款哈？韩国有吼，伊讲伊梅雨季节到啊时阵呢，那么要吃煎饼。哎、欸，有对哦，要吃煎饼，这有像，哎、啊，伊讲这个煎饼吼，煎饼就是讲也是其实是类似像肠仔饼一种吼，一种这个肠仔啊类米粉吼，啊类煎安尼吼，那么这个因有一种肠仔饼一种吼，特别吼特别，那么然后个啉韩国特殊的迄种，韩国用一种你看这个韩剧内底吼，伊拢有。这个查某拢足够啉的，啊，啉酒，因咧足够啉酒，啊，啉酒嘛足够醉的，无影讲韩国人就许习惯拢真够真爱啉，啊，真够醉，啊，醉就许吼，可能生活压力也足大吼，那讲，所以因感觉讲，就爱去食这个这种肠仔饼吼，也是肠啊，啊，落去煎煎，加迄种绿豆还是什么款吼，这猪肉什么款吼，也是迄个类似像咱。绿豆粉粿迄种煎法吼，伊毋是米粉即种诶吼，啊有即种啊，搁有啥物泡菜煎饼，搁有啥物韭菜煎饼即种，反正咧即个物件伊就是甲伊煎落落落，讲落雨天讲爱食即种物件咧吼，那落雨天咧，那么就会特别吼，伊就會想着要去食迄项物件，讲哈搁有即种下雨天搁有特殊，啊毋知咱好朋友敢有即种诶一个吼，
所以啊，然后因来配一种这个酒哦，这种米酒，一种米酒哦，就是其实有哪种像咱这个酒都做出来哈、哦。啊，无过滤、无蒸馏，一种米酒吼、哦，这作成咱原住民的一个啊，这个小米酒这种哦，这啊，而且咱啊提醒所有的好朋友哈、哦，一个啊，这个青少年哈、哦，就未满十八岁哈、哦，就不要让他碰酒啊、哦，这物件呢啊，酒呢啊，这种物件哈，这个微酒无量不自己乱哈、哦，这足重要。你袂使可以啊，这个养成这种对酒精的一个依赖。吼、哦，你讲安尼，啉一点也使，啊，啉一点啊，你都要有一种这个对开车绝对袂使去吸着。吼、哦，这反正那啉酒，啊，你都莫去吸车。吼、哦，这含电啊呢，就会讲我加脚踏车，嗯，加到脚踏车买刮刮电哦，这个还是很危险哦，所以一定要注意啊、哦。那么因会去配一种类似小米酒这种物件。讲哇，这个是绝配哦。那么因最近呢，啊，伊开始在煮哦。我讲打电话我时阵讲，伊就是准备，因为韩国在落雨，那么下雨呢，下的很大。那这个来啊，水蜜桃哦，这物件呢啊，都问题很多哦。的嘞啊，我们反正因为咱有一个共同的这个语言嘛吼、哦，因为呢，你是研究草莓吼、哦，也做草莓这个育苗吼、哦，非常完整吼、哦。这为什么也被邀请去啊去这个日本吼、哦，因为去韩国读博士吼，这个原因是因为呢啊，伊伫日本的一个伊读大伫研究所的时阵，伫日本一间。啊，种苗厂内底专门咧做草莓哦。你讲伊哪读册，因为伊咧勤工俭学嘛吼、哦。啊，伊也家己赚伊个即学费吼、哦，其实最认真嘞。那么伊去赚伊个即个学费啊，所以伫即个农场做工课哦，所以他才念了四年哦，因为伊啊还要学日语嘛，从前吼，所以呢啊就花了很多时间吼、哦。哎，他也不觉得有什么不对哈、哦，哎也刚刚讲伊的对这名有兴趣，哎底下就是做即个草莓。那这草莓做了真好势，爱女韩国人去参观。那么，迄个苗厂的老板讲：“哎、欸，你不是会去会当讲这个哟哈？啊，也当做翻译哈，伊、哦、就出来做，因为伊有这个，伊本来的朝鲜哈、哦，朝鲜族的，所以韩语呢，就是类似类似种哪种讲阿伯啊呢？啊，要不要写字，我都要讲台语啊呢？这个意思是同款，迄韩。”伊个韩语吼，朝鲜族的有诶吼，这是伊个一个母语，所以就去做翻译吼，去翻译吼，啊做了真好，哎啊，这个韩国人呢就发现吼，这个啊就发现呢，他是一个啊这个好像很不错，然他就给他个恶鬼啊，恶鬼要怎样啊来读博士的啊，因的建立这个啊，因为对这个草莓就厉害，所以噶这种。这个草莓无病毒种苗，哈、哦，这个三级制、四级制的，这个这种无病毒种苗，这个发展，然后就改发展起来。那么第一卡博士的这个中间，吼、哦，伊要未毕业啊？这个、今年啊，应该是今年哦，也是跟我一样啊、哦。那么第这个时间，那么啊，这个过程吼，伊、哦、就跟我老了。反正呢，就留在啊，伊的老底下，伊在他的时阵，大概就已经把这些东西给建立起来哦。那么为什么呢？因为下雨天啊，我都要讲流空下雨天吃什么？因为啊，都要比这两天啊，伊啊，这个算都去讨论的哈，一挂这个疫苗的这代志哈。那么所以呢，这大概呢就想到了这些有趣的这个事情。那么这里在当我们后边又怎样的哈？啊，他这个下雨下到什么程度？哈，一共有当下啊，这老家哈，这这里作者所在哈，就会淹水哈，这个淹水淹噶哈，这。那么我讲哈，刚我那无他听你讲有啦，有些局部地方，但是呢，啊后面也是很严重哦，这啊嘛是真担心哦，就是讲你问我讲啊，咱这边雨水啊，那我哇就假来讲，哎呀，这个好像看起来很害怕啊、哦，所以你要怎讲，今嘛吼，真侪这所在其实啊，这个天气的一种这个变动哦，咱好朋友呢一定爱小心哈、哦。那么这个都是讲到这个草。其实今年的这个草莓苗，你像台湾即嘛即种啊，像这样子下雨哈、哦，草莓苗呢就很容易得病。
哦，所以就是因为你讲到伊个，不啊提醒讲，哎呀，你台湾这边你敢无去吼？你呢啊，这个怎么去处理吼？因为咱真侪拢是露天的这个苗嘛吼，就是讲你做宅啊时阵伫山顶啊，所以有真侪这个宅啊呢，其实咱无讲啊，冲了真好势吼，就是伫这方面吼，可能唔知啊吼，这照讲伊个这市场应该是很大。就讲伊个市场真大，但是呢，咱并无做甲足有诶吼，所以咱伫草莓内底啊咧种诶时阵呢，即个磕磕碰碰吼、哦，就啊，所以呢，即伫即只只吼，咱听众朋友吼，当小做者即个了解着吼、哦，那么伫即只只吼，即、哦、啊，当咱听众朋友呢，小知影者就讲，其实即个天气咧变动诶时阵吼，即、并讲你即马落雨，其实你即马落雨影响着是，唔是干那即个时阵啦。后面讲你也是伫较苗栗这边，伊会较慢吼，可能会啊，即阵也是北部咧落雨，因嘛做头较疼吼，因为可能拄咧忙花，拄忙花刷，所以即个中间吼啊，伊会影响着诶，即个产量影响。但是你即阵看无啥出来。哦，即阵一般即阵未倒啦，未创啥，这会倒的，就是讲像咱即阵现主持看的，伊拢看会着讲啊，伊倒落也是安怎啊？即种你也看到即个即时的一个损失嘛，是不是？但是呢，啊，你若像讲咧忙活时阵落雨，你若无特别去家注意，有当时啊，伫落雨刷了呢，即、这个。天气拢正常啊，吼，天气拢回转来拢正常啊。那么你电脑呢，会去看，会去发现讲，哇，这个有呢，都问题拢来啊。哦，啊，迄阵就袂有啊，吼，叫天天不应，叫地地不灵啊。所以，这个啊，真正难的时候是伫这个所在吼。所以啊，有当时啊，得真侪好朋友吼，你讲啊，这个、平常吼，伊食好吼，这个食好用好哈。啊，即、这个溶磷菌啊，管菌根菌啊，用溶磷菌啊，管菌状芽孢杆菌啊，管哈啊，即、这个小花拄着水哈、啊，咱搁改灌一点啊，即、这个啊微群哦，搁甲补即个侵害绿藻啊，即马来拄水啊，打无啊多啊，哦，即已经拄水啊，哈、哦。啊，屏东的好朋友咧种苦瓜，啊，甲某阿公啊，堵水啊，这无法度啊，这新鲜难求好名人吼、哦，所以呢，啊，因太太讲要去看卖一个，伊单下面伊敲电话我，原因是因为伊下面太太冤家，啊，我讲啊是安怎咧冤家，讲迄落雨落啊淡淡滴滴，是去横林要创啥，起够好呢呐，英英大厝唔是足好，得爱去遐聊去遐看，啊，伊其实是。唔甘啦吼，就是讲啊，确实知影迄足危险的。我讲啊，你都知影危险，啊，伊嘛未放心，无你就背去啊，去顺顺的看水沟甲开掉，哎，无效啊，迄已经拢许啊，拢该做的拢做啊吼，这新鲜难求无名人，即马来就看看讲啊，即、这个用者有路用无路用，就看啊，即、这个十天以后哈，迄阵就建工啊，伊讲这已经堵水堵一遍过啊，已经过关啊吼，这大家咧啊，较防恶了一运咧。啊，即马佫来啊，佫即波佫落呢，啊，即种啊，伊讲啊，到底有效无效，即来着见功效啊啦吼，就是讲啊，若是即波呢，转来呢，算啊，雨停了后礼拜吼，即、这个伊佫回转来啊，即伫咧讲笑讲阿伯啊，我绝对甲你讲过吼，即、哦、甲你个相片打到阮个横头吼、哦，所有个人知影，我讲唔通，人唔知影过是伫遐个。要悬赏通缉犯，你讲无啦，我来的人知影讲这救会回来吼、哦。那么其实确实吼、哦，这物件就是碰到雨天，咱该做爱去做，但是上重要的是爱注意安全呐、啊。这真正唔通啊，四界那是淡滴滴的时阵吼、哦，一定爱做细致的。哦，尤其咱伫山林阁更加是吼，还有当时啊啊，即个去巡咧对啊，不啊讲爱去落即个安家里，啊，今日拄啊好差不多是一礼拜，但是你嘛等较好咧，都无等啊，即、这个啊无咧足细致诶，因为骨处处哦，即落雨了呢，即落遮侪工，足侪所在拢卡车底啦，还是虾米款吼？那么一般我拢会问讲，你即水吼啊，即、这个横有啦，伊讲水拢开出来啊，开出来即个水吼啊，未盖落安尼啦吼。未讲安尼落结结吼，算安尼啊，伊也雨无足大，啊伊即马诶小可那雨较停，雨咧大诶时阵水当然是落啦吼，即、哦、因为雨水拍叮当，啊那雨小停者，伊讲迄出来即个水呢其实未足落诶，
啊，为什么也不要去问讲这水会落未落？啊，这原因是因为你水若足多的吼，表示咱迄个土壤吼，伊个团粒结构较歹，吼，就是讲伊较袂咱台语讲的讲较袂倒烧，伊个啊有当时啊起沙岩啊是安怎？啊，你若小可落一下吼，遐物件就拢油油出来，伊个老老掉。安尼你了解吼？所以有时啊，这个落雨天吼，这看这个横林流出来，这个高地流出来，这个水呢，那么这个嘛是会当去了解到讲啊，这个到底是什么款的一个这个啊，这个情形安尼啦吼，就讲啊，有一个这个，和咱有一个判断，一个定格，和咱知影讲，哎，大概咱来去注意点吼，大概大概是这个。啊，这个重点，然后这是伫遮表，然后朋友呢，啊，小做一下了解着啊，当然啊，真重要吼、哦，这物件就是安尼啦吼、哦，就是讲啊，这个该去做吼、哦，这个真的还是要认真吼、哦，就讲、是、咱认真去改，啊，哪讲认真就是讲，有当时啊，就是叫做尽人事听天命吼、哦，因为啊，咱上惊就是落雨了吼，落、哦、雨过了呢，这有当时啊你。后天的时阵去甲算那许安全的，即个许可经营之下去巡者，绝对袂使有堵水吼。你若堵水，就足足歹救的。尤其那是以街啊来讲，真好比讲啊，你管唔管？我讲足简单吼，比如讲迄个街啊，嗯，那是堵水。咱讲的堵水，就是淹过高面啦吼。即淹过高面，即个时间啊超过八点钟吼。以这个八点钟做一个极限，伫八点钟内底吼，不到八个小时，咱拢有去救的一个一、這个。啊，有去救的一个、一个啊，一、這个价值超过八点钟，一直增加。你讲唔呐，八点钟，可能十二点钟、十四点钟、十六点钟，一暝一日，一暝一日，你都免想赶紧啦，你就先去甲水开掉，然后挖内当去啊，浪河旁挖内当去甲增加少嘞，增加少，空拢无挖啊，拢已经。啊，这个里密密麻麻，啊，这种就不会讲。啊，无呢，这个时阵呢，啊，就是讲啊，最主要吼、哦，嘛是排水啦，吼、哦，剩的呢，这个工课呢，真的不要过，唔免伤急。哦，水呢先啊，伊若无堵水，就有这个机会。啊，那堵水啊，这堵水类呢，那个你如堵水啊，这个时间如长，这个机会就如无啊。就讲、是、对着伊个时间如长呢，那么呢，这个物件呢，就无机会啊啦。所以啊，有时候真的没有办法啦。哦，这确实是一个，这个啊，这个经营，这个有时候真的是没有办法。这不是咱有法度去啊，又没不是讲咱有法度去啊去改变的哦。咱因为啊，堵啊贵的拢当中堵啊贵的吼，那么这个的啊，当然你也伫横林有看到吼，就挂迄个玻璃拢箱啊吼，足侪有时啊咧堵水拢是虾米款？便当客啊，即马便当客啊较少，便当客啊即马做些拢改纸的吼，即种用玻璃弄的即种啊，改成足少看到吼，即已经真少看到。那么饮料杯啊，吼，饮料杯啊，原底要搁有玻璃弄的，其实也不啊足爱用迄种杯啊，吼，用迄种杯啊吼，较袂流汗有无？迄种饮料杯啊，吼，虽然咱啉无几杯，但是讲真嘞，啊，后来呢，其实我车顶拢藏一个不锈钢的迄种杯子，吼，含迄边大杯嘛。啊，我大概若去买迄个塑料饮料的时阵呢，啊，我就提一杯啊去落地，啊，迄会较俗一丝丝啦。啊，这有时啊是啊，即、這个啊为即个社会吼贡献一点点啊，即、這个心力啦，吼、哦，即咱的即个身体力行吼、哦，因为呢啊，阮小女儿吼，即、哦這个。啊，从小立志哈，即、哦这个要改变社会哈、哦，所以呢，啊，也干嘛讲问我讲爱为对开始做，我讲为身边开始，为这个环保这个、上简单咱的当做，以身作则。哎，也干嘛讲很有道理，所以就啊，这个高中哈、哦，他就很认真去执行哦，那坚决不用卫生筷哈、哦，这个去外靠保便当的时候一定家己炸餐具哈。哦啊，然后呢，饮料哈、哦、就不用一次性的这物件啊，不用塑胶袋哈、哦，哦，这执行噶足彻底哈。我感觉袂歹吼，这囡仔个鼓励，啊，囡仔变哪个鼓励，这个鼓励就是讲，伊做咱嘛对伊做嘛吼、哦，是讲呢，所以呢，这个饮料杯吼、哦，大概我也不会吼、哦，就袂去尽量吼、哦，这个卖澳当下是人。啊，买来这个喝饮嘛吼，你嘛很难去喝啊，所以啊，基本上就是准备哈、哦，准备这个啊，这种饮料哈、哦，这个家己呢穿一挂这杯啊，啊，这些物件吼，就是讲
咱因果哦，这个呢上界重要的是爱修好势哦，最重要哦，上重要。卖乌白片，迄真侪脱掉咧，就是拢是种物件哦。你讲较早是玻璃拢皮啊，啊，伊种塑胶伊嘛是伫遐铺咧铺咧铺咧哦。啊，伫即个暗坑的所在，有可能一挂草啊啥物呢，伊就割掉咧。啊，你若像迄种啊玻璃拢箱啊，玻璃拢箱啊真好用哦，这个很方便啊啊，即种是不可去的一个一、這个。啊，这个罪恶啦吼，所以有时啊是无啊多啊，但是就讲，既然咱用啊，咱就唔通造成社会这个负担啊，无这就容易去脱掉咧。哦，啊，真侪你发现足侪咧，暗坑咧脱掉咧足侪咯，啊，你若脱掉咧，伊即马水就流袂出去，水流较慢，咱拄到这机会就较大。哦，啊，无应该那是有中微过，这一般排水都还可以吼，啊，但是咧真侪拢啊有时啊无啊多吼，所以咧这里只好咱好朋友咧小。啊，小做一个即个参考啦吼，就是讲啊，确实吼，确实呢。那么伫这方面呢，吼，即个啊，大家互相，即就是讲互相嘛吼，大家互相，你化解我化解呢，啊，大家即个互相提醒一下，啊，大家就知哇，即啊，大家拢有这种意识，吼，大家拢有这种意识啊。那么伫即个有呢，就是讲。有这种意识在哈，这些物件，我这些意识的这些所在，我这些意识的这家呢，啊，慢慢，大家就会把它啊，这个把这种伤害减到上细，啊，这种东西啊，拢不是故意的。我相信无一个人是听讲讲有的，当然有啦吼，这但是这个不多啦，我相信多数拢是啊，这个无讲真啊真有哈，这个呢大体上哈，这啊未讲。讲张工去乌白拼，这愈来愈少啦。吼，有些人是图一时方便，还是讲啊，你伫车顶啊，伊飞起啊，飞起伊就搬倒落来捡啊，这有啦吼，这咱唔敢讲无啊，但是咧啊，这个张工讲，这个啊，去甲拼倒喺大樽沟这种吼，这种人是越来越少。哦，这物件我唔敢讲无吼，这任何一个社会无可能啊，但是咧啊，这确实是已经是加真少。那么在这种经营之下，那么咱得互相提醒。那我相信呢，啊，伊主人就较无这个问题，啊，无咧真这个很困扰，保证。所以还是会下雨哈，这个雨呢要较细，爱礼拜天过了吼，一直爱到后礼拜吼，13号以后呢，啊，这个开始哦，因为封面就已经。伊都无迄个封面吼，无迄个封面，无迄个封面倒来时阵呢，虽然有西南风哦，同款受着西南风的影响，但是啊，伫咱北部可能雨水就搁较减少吼。中南部地区啊，还是会下雨哦。但中南部地区呢，有这局部性的这阵雨啊，特别呢，这是午后的这雷阵雨呢啊，起码梅雨哦，就对着这个时间愈来愈后边呢，这梅雨就会慢慢减少啊，梅雨也减少。啊，我讲是对一天要出门，好，这无迄个对一天啦，迄种物件就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这个季节性，唔是讲这个2月4号就是这个立春，唔是安尼吼，这个1月1号叫元旦，这无啦，这无遐尼准的一个这啊，咱24这季嘛，一天两天的一两天的一个前后的这种。啊，这个差距嘛，吼，这你嘛知影啊，这因为地球运转的这个关系啊。这个天气更加是袂讲是汉尼亚极端，但是有一个这种统计学上的是讲有一个迄个趋势哦，一个这个趋势的迄个所在哦，所以啊，这个大概呢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哈、哦，所以我们听众朋友，那么小做一个参考的哈、哦，这个大概是安尼。那么在这方面还是还是赶快把咱听众朋友叫1、2、3哈、哦，反正你就是会记住哦，就这无啥物啊，就是一。哈、哦，第一一定爱排水哈、哦，排水第二哈，这个罐头过紧哦，这水那是排掉，咱就机会。那么这个开始哈，爱、哦、罐头过紧哦，这个、点一挂这个水哈、哦，这个油啊该用的爱用哦，这那是啊，话讲啊，这唔知个会晓未哈，这个敢救会倒来吼，救会倒来，救会倒来是安怎去判断？就是一般那是以瓜啊来讲8点钟哦，你若像梅弄哦。可能无再调到8点钟，可能那4点钟就已经作假的作假啦咧。啊，当然你要看迄个所在是不是，比如讲，有诶所在真沙嘛吼、哦，那么伊可能水一时间即个可能到4点钟、6点钟，啊，但是伊咧退掉诶时阵，伊足紧，伊咧较沙地，所以伊足紧，迄个水咧消退速度就真紧。啊，有诶吼、哦。
啊，虽然堵可能堵堵无偌久啊，但是伊伫沟底遐水咧消拢消，消足慢诶啦。哦，伊安尼慢慢啊消，慢慢消啊，拢甘水阁甘掉咧吼。所以为虾米咱种果啊，拢爱伫较消水诶这所在吼？这原因是，你那是去要甘伫遐做黏诶嘛，甘伫迄个所在嘛，啊甘伫伊只遐吼，就啊伊就真歹来甲伊啊即个消退，啊这。伊甘愈久吼，这水呢甘愈久愈歹消退吼，那么伊这个伤害就愈大。你啊，所以这有时啊是无啊，这种所谓百分之百，然后这它有一种百分之一百，对吧？啊，但是只讲这个原则吼啊，所以要判断讲啊，这种物件呢啊，要判断讲是不是有一个这个啊有需要吼，有需要管无需要管啊？那么要管这个。啊，罐头无罐头，这最重要。这判断是讲迄个时间啦，吼，这时间真要紧吼，这个时间点上，那么你相当的这重要，你的判断讲看是啊、有迄个价值，不但是一般通常就是讲你也当去尝试看看吼，就是讲呐啊，都开始吼，就是讲你尽量也当去尝试看看呢啊，是不是要够有这个机会吼、哦？所以啊，我个人还是建议讲可以去不要放弃的吼、哦，这真重要的这个啊，很重要的一个点哈、哦。那么这个处理的这个方式哦，就是一二三哈、哦，这第一排水，第二罐头过根，第三白糖海这防治哦，尤其是寡啊，这个疫病啦、啊、吼、哦，这炭疽病吼、哦，这物件从这啊，这真济吼，这个呢。问题就很严重哈，那么就较严重。那么安怎讲叫做较严重？因为呢啊，伊真侪有当时啊，像鸡啊类落菌啊，啊落菌着伊迄表面有转药啊，但是伊有可能表面呢已经弄一个伤口啊，湿度高、温度高，对后边伊着就容易烂吼，伊着真容易有一个细菌性的一个啊细菌性的一个病害吼，即伊烂叶啦，还是讲吼即真侪，那么即可能呢都爱稍来改即注意着吼，所以呢，伫咱这段时间。啊，有诶讲哦，啊，即、这个真菌诶药啊，用细菌诶药啊，用即杀剂拍出脚哦，即毋是安尼哦，即确实伊就是真严重。有当时啊，伫即个防治当中，并讲即阵咧落雨，那么你就当利用即种即、这个药啊内底细片呐、啊，还是讲着即个啊，即、这个挡剂即部分吼，即、哦这个、海藻酮吼，即、哦、类嘢呢，你也当搭配吼、哦，搭配来改即使用，也当延长着。保护的这个效果，那么这拢是伫咱伫有机的时阵呢，啊、大家咱去投资啦，吼、就是讲啊、救未起来，救未快，但是呢，咱上无呢啊，即、这个哪个救起来都有即个机会，搁较难吼，比如讲已经到八啊尾啊，吼，即该放弃，咱当然会去放弃，但是你若讲拄开始要开办尔啊，即、这个情形吼，所以呢，那么伫落雨吼，咱咧做白糖海防滴一吼，第一排水，第二罐头过根，第三白糖海防滴，白糖海防滴的时阵，那么会当来改用技术啦，吼，就是可以啊，给它弄一点点吼，弄一点点呢啊，即个叶面肥吼，啊，即阵即叶面肥尽量来补吼，即个物件，比如讲啊，咱咧用即个四美八钙吼，讲啊，就足欠的，都欠的。人无拄好足欠的，你嘛袂使来用伤济，所以重要唔是讲家补足济，重要即个所在就是讲啊，应该是一点点啊，可以就对了，就给他一点点就好了，一点点就好哈、啊。那么尽量呢，当卖用伤济哦，还用一点点啊就好哈、啊。那么即个用一点点啊，有一个即个效果哈，即、啊这个物件来讲啊，最重要的讲有一点效果。宝宝啊，会当帮助伊的这个成长。那么在落雨天呢，其实很需要哦，就是讲乌阴天，阿姨要提高光合作用效率哦，这个 N 九哦，这速补效。咱真侪好朋友呢啊，你也当来改这个滴，这不是讲果啊会当用啦哦，这其他这叶菜类呢啊都值得去用哦，因为较袂遐搞糟哈。那么滴落雨哦，从今天耍这种落雨，这其实。啊，你那是种这个，因为咱各大伊蚵啊吼，一水是伫热人，因为正常咱蚵啊大概拢有两月咧种的时阵吼，多数咱一年内底呢，大概咱拢会去啊
算有两种无同款的一个种植季节啦吼，就是讲伫大家嘛是安尼，伫屏东可能嘛是同款吼，就是讲有一种呢，就是这个春作吼，春天啊开春了这阵开始种的吼，这個。那么开春了开始种，差不多咱积水差不多伫一个两百。啊，差不多第240天哦，八个月哈，八九个月啦哈，所以呢，你啊，伫开春之前才种2、3、4、5、6、7、8、9哦，大概在8、9月之阵啊，得袂当采收的哈，就、哦、有这种的一个。那么另外一个是这个啊，风台过了哈、哦，这个较慢哈、哦，这种叫秋种哈、哦，秋种呢。那么开春以前也当采收哦，这大概这个栽培有这两种的这个啊，这个季节哈。所以呢，这个时阵呢，有一寡含啊含这个伫屏东这只只吼，这有的也是哈，改成伫高秋哈，今日来报是有看到一个，好像这个今年的这个芋头哈，这个啊，好像出现所谓这种什么生产过剩啊，啥就有时啊，这唔知哪生产过剩啊，不晓得较无讲真了解哦。可能今年啊，乌阴天较侪，落雨较侪，这大家乌呢拢拖慢。那么拖慢落来吼，这可能得，因为咱正常伫屏东这家家，就是拄只不讲的，就是讲啊，以这个4、5、6、7、8、9这回这个时间呢，吼这。那么九月一号9、10、11、12、1、2、3吼，这通常是大家这两个时阵，因较无啥同款吼，一只有当时啊，习惯咧种，虽然春秋两季拢会晒，但是咧习惯种的这个啊，这个时间咧无啥同款安尼吼，所以呢啊，目前是安尼，其实这个蚵仔吼，这物件咧啊，这个。简单来讲哈，尤其咱餐厅哈，餐厅是一个啊真重要哈，就是讲伊蚵仔做侪拢位对起哈，做火锅料的哈，并讲伊啊咧应用哈，即真侪阿白就是讲做火锅的做即个面包甜品的哈，这种做啊即真侪，你看一个疫情影响哈，即个物件它其实就有受到影响，然后会受到即个影响哈。那么这真济啦吼，并讲像去年呢，可能啊产量的这问题，所以去年进口的就多吼，真惊。有时候没办法，很多人都说是越南的啦吼，这确实因为咱含越南这个啊农产品吼，咱自由贸易吼，咱这零关税吼，这个很可怕吼，这种物件你不能小看啊。啊，真济只要那是有赚钱的这个机会吼。那么，而且更何况这个是这个合法的哈，所以呢，伊真济伫即个伫越南吼，可能拢处理好势啊吼，比如讲伊个蚵仔呢，真贵吼，比如讲火锅店要用的吼，拢真规包，迄拢真好啊。大陆即马咧做嘛是拢安尼吼，即拢真好啊，啊规包，进口入来，吼，即拢真贵，拢甲你真好势啊。那么即个。餐厅咧用的时阵咧，即个相当的一个方便。那么这种物件就是讲，伊进口入来，并伫即个档口内底，伊啊用，即马国产的出来吼，国产出来，当然真侪，就是讲你进口嘛是有一定的一个成本嘛吼，但是就是讲伊来源稳定，价钱稳定。啊，但是你若像即个。国产这种呢，伊就较无哦，这个介绍就靠一个这个波动啊。但是有当时啊，方便嘛吼，咱国产的这个上大这优势就是方便，我随时吼市场上我买一个咯来用吼啊。但是真济就是讲啊，伊这个番啊吼，这因番啊咧做一定你收起来一定有好有歹吼，市场上会当销售，消费当销售一定爱，不是你无可能去甲平行价，做农产品上惊就是平行价。所以一定要去改处理，哦，比如讲做这个高压工厂，哦，做这种芋泥，哦，这种的，啊，其实做芋泥这种，哦，啊，做这个蚵仔啊这种的，哦，这已经这部分，哦，这部分的啊，这个优势已经无啊，哦，咱真济其实这种拢进口，哦，规趟就是伫国外的进口，就做好啊，规趟入来，哦，迄种工业化生产，虽然较无迄种蚵仔食起来，就是讲，就是做面包啦，做芋头酥啥物食起来，确实是较无讲有
较无迄个特色啦，吼，较无特色。啊，但是话讲倒转来吼，即、這个有几个人会当食甲遐尼准，啊，不也是无在调，我即插头嘴吼，所以恁真侪人讲即、這個。这工厂的这个原料，我讲啊，不是拢同款嘛，吼、哦，接袂出来，啊，人迄位就是就很厉害，我是无法度，吼、哦，所以目前伫这个目前看起来，吼、哦，这个价钱上还是有一点点压力的，吼、哦，所以，那么伫接下来这样来看起来，吼、哦，就其实有时候，吼、哦，不好想讲，甲咱特种兵讲，吼、哦，其实咱不是只有与天斗，吼、哦，这天公杯啊，你做得来，这与天斗，我们还要与人斗，吼、哦。这个，但是唔是按咱隔壁咧打吼，咱即马农业面临的所面临的这个竞争，其实含咱隔壁无关系啦，有啥物关系？哦，咱面临的这个竞争是因为呢，咱的这个南向吼，咱南向了呢，咱对东南亚有真侪这种开放的这个政策，啊，这开放的这个政策内底呢，那么这主人吼，这主人呢，那都有这个机会嘛吼，比如讲像做冬瓜糖呢，吼、哦、做即个红豆芽，吼、哦，即真济，做绿豆沙，吼、哦，做豆沙芽，吼、哦，即原底拢搁伫台湾，伊可能会即进口原料落啊，伫台湾做，啊，即马无啊，即马规矩呢，原料伫对的伫对做，做好处理好呢，刚该买一摆买一摆，啊，为虾米？吼、哦，因为呢，即内底呢有真济嘛，吼、哦，比如讲。即、这个中国大陆吼、哦，对着伊产业的一个改变，所以有足侪人伊原底啊，因都咧亲情啊，啥物吼，本来伫即个广东即个潮汕地区吼、哦，潮州汕头遮，即附近即只遮，做足侪人伫泰国的嘛。那金门、东莞这边足侪人伫即、这个伫新加坡的嘛。吼、哦、啊，伫即个安徽吼、哦，安徽泉州这边足侪人伫即个菲律宾的嘛。啊，越南对几只人上济，广西嘛，广西甲云南人足济伫越南，伫即个缅甸，伫即个柬埔寨，所以即原底即个所在，即整个即个区域，伊都是一个，有个人讲叫做，即个儒家文化圈嘛，哦，伊可能讲的即个话无同款，哦，比如讲你去越南，你去看有迄蒙人。啊！但是伊迄蒙人呢，当因是因是用越南语去读，但是呢，顶管是汉字。哦，比如讲韩国吼，韩国可能因有原底因有即个差不多800字的即个汉字，但是韩国利用500年，把这800字的汉字全部拢摕掉啊！吼，所以伫韩国呢，你已经看袂到即个汉字啊！吼，因即个民族呢较特别哦。啊，日本吼，日本呢，当然这个汉字呢，嘛是要个保留真济。啊，伫泰国伊作者嘛是这个虽然你是用泰语，但是呢，作者这个华人伫迄个所在，所以这个生意就变足好做诶，吼、哦。所以因真济就去东南亚发展，吼、哦。所以东南亚这边发展起来了，那么这物件就是都有机会。虽然讲伊可能，比如讲伊工厂伫越南，但是伊公司伫对一只。伊公司伫厦门啊，伫泉州啊，伫安徽啊，哦，即伫福建，伫即个广东，足侪所在拢有可能。公司总公司，但是伊可能有一部分的人会去发展。比如讲像咱台湾，有工厂啊，会设去甲印度，设去菲律宾，设去伫即个越南、伫印尼、伫中国大陆，吼、哦，足侪即个所在，即意思是同款。啊，只是讲因咧做诶，就做一寡即个食品，吼、哦，食品加工即种物件，吼、哦，你要爱虾米，我都加减做，吼、哦，伊迄只还有迄个原料，哦，所以你啊看，即影响真大，吼、哦，所以啊，不像咱听像比如讲着是讲其实咱即个农业咧面对诶即个竞争，吼、哦，其实毋是干那咱家己啊，就你毋通常常讲啊，恁厝边诶无迄个。真正这竞争呢，伫这个所在吼，所以加上其实政府是鼓励嘛吼，鼓励你南向吼，所以南向呢，咱分作者这个优惠的，所以这个先话不好讲，这个做冬瓜糖吼，就是讲，主要咱台湾这冬瓜糖真大的来源是对一只，做些人可能唔知呀。咱迄什么冬瓜迄种有无？冬瓜清茶什么作者吼？嘿。冬瓜乌龙吼，迄种物件，还是讲啥物冬瓜啥物，伊个糖吼，伊毋是用传统迄种果糖，伊用迄个冬瓜糖，冬瓜茶落去染的。我感觉这是一个足好的这创意吼。啊，但是
伫台湾，照讲安尼应该销量会足大，但是你发现讲即几年种冬瓜拢未趁钱，因为冬瓜足侪是爱落加工嘛。哦，较早要通做红，要通做红来哈，即马无啊，即马无人足少人用这物件，这好像改成啦红来阿南冬瓜的创的足食大来啊，是安怎？我唔知影吼，为虾米有这种想法？那么这物件就无去啊嘛，所以就足少的，唔是讲无啦，就这其实这产业是往外移，并讲中国大陆有需要真济。啊，中国大陆伊嘛食这个凤梨酥嘛，吼、哦，这互咱台湾倒掉，伊呐就爱食这个王奶酥，啊，这王奶酥爱用着这王奶啊，伊即马伊伫大陆伊根本无够通用嘛，所以去菲律宾做啊，去越南做，伊即马这王奶啊通常是伫菲律宾啊，做全世界做上大是伫菲律宾，那么伫菲律宾做伊袂当来，袂当来伫厦门啊。哎呀，即马即个因有当时有一挂师傅咧交流，哎，就讲讲哎，即阮有一挂即啊，佫袂歹，你要看卖者。哎，结果哎，佫袂歹啊，吼、哦，即种物件。所以呢，啊，虽然伊是菲律宾的吼，即、哦、啊，但是真济，那咱含越南佫即个关税，所以足济就刷去越南做。哦，即影响其实蛮大的啦。哦，即内底包括咱讲的吼，即、哦、毋是干呐即个。啊，你想会到的吼，你想会到的，即个啊，比如讲往来啊啦吼，红豆啊、绿豆西啦吼，啊，咱咧做这种粿仔饼会用到即个馅料吼，啊，搁一个奶酥哦，奶酥这种物件吼，即做胖者吼，啊，包括咖啡啊，包括即个可可。哦，对，迄个啊，吼，就做这，那么你就知影讲，其实我们的竞争是很残酷的，吼，所以啊，这位何炳秀知影者，吼，这那有当时啊，就是讲还是那有机会，吼，那么得加减支持咱国产的一挂这农产品，吼，因为呢啊，有当时啊，这物件呢啊，要吃到咱本产的，吼，这个呢难度啊会越来越高，啊。来，时间的关系，咱第一点钟先暂时进到这，等下在广告说了，马上回来。